这部分分局会统一说明，谢谢。晚间九点半，两名员警步出北检，面对媒体提问，低调不愿回应。原来就在稍早，他们在解送通缉犯的过程中，配枪竟然遭到人贩抢夺。司法重地台北地检署20日下午，竟然发生有通缉犯企图抢夺员警的配枪，所幸当时员警反应及时，立刻将他压制在墙上，才没有造成任何伤亡。这名24岁的陆姓男子是名毒品通缉犯。当时安和派出所的两名员警要将他移送到北检时，他在警车上先是拒绝下车。杨姓员警告知他，若不配合，将要行使强制力，他才愿意自行下车。没想到就在北检大门口，陆姓嫌犯虽然双手反铐在背后，但他竟然出手夺取杨姓员警的配枪，而且还真的被他成功夺走。杨姓员警立刻将他压制在墙上，高姓女警则迅速夺回配枪，其他警力一涌而上，才没有造成任何伤亡。他可能觉得说，那个很多支援警力都会过来，所以他可能就他就突然就松手。我是有看到后来那个警察有在收枪了。虽然警方表示初步调查两名护送员警并没有疏失，只是陆姓嫌犯的双手都已经被反铐在背后了，怎么还有办法夺下员警配枪？恐怕不是一句没有疏失就能简单带过。记者彭宇德、陈玉璇台北报道。